分售完，其实土鸡蛋也抢光，有民众一早就开始寻蛋之旅。早上大概8点多嘛，去滨江市场嘛。对啊，那边。2022年7月23号的。肉类哦，比较。但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陪同下，到超市通路视察鸡蛋供应情况，让农委。统计手册，全台湾1613个蛋鸡场中，传统鸡舍占比91.7%，现代化的水帘式、高床式分别只有75场和59场。传统产品啊，甚至不止农产品，其他的像这些原物料其实都在涨，却传统业者在经营上确实相当的困难。那所以其实我们这部分就要跟县市政府的家长去做拉扯，其实往往牺牲的是午餐的品质。台湾只想要 CP 值的营养午餐，不见缺乏。全台首播最温馨欢乐的好戏《家有喜事》第二季，《家有爱情》精彩剧情。清水肥分解酵素可以帮你分解一。